孩子车厢中，感觉世界失控，陪伴你也算是人生传奇，在这一刻中可以更抱一起，然后你说这是人生传奇，然后我不经意的亲亲你，大概一分钟以后各散西东，期望你会继续人生传奇，或者你翻工，我在监仓之中回味这次月台上亲亲你，其实我真的很喜欢。其实我真的很喜欢。